他是拿那档来给我讲，我倒不确定，但反正。Best game score， 火山口。快三是重力推动器的标准燃料。红色地表。和在天上看到的一样。This region is not suited for biological life forms. It does not possess the resources required for your survival. 哇，这船引擎怎么在冒火啊？它坏了。它不是降落吗？不是不是不是一般的降落，它是那种引擎坏了的那种火花。我的船坏的时候我看到过了。它引擎真坏了，这下。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原来这些坏的船它降落的时候会是这样的吗？就和自己的，你如果你的船没修好，你降落就会这样，就会带火花。嗯。我白天玩的天际线二，哎呦，你们真这么热闹，一个接一个的往下降。哎，他不会是被这个星翼打坏的吧？很有可能，跟你说，毕竟两个连着下来。这是个先锋队的船，看颜色就知道。我进去他是会屌我一顿，还是会怎么样？不知道，他会是哪个？有两个我记得。二十本。女的那个好像是会嘴臭的，男的不。我们是 fellow vanguard 的 captain， 为什么要啊、要友好相待？我靠！哦，用一下你家马桶。你干嘛，瓦斯克？人上厕所，我操！哎，这个厕所玻璃居然是毛玻璃的，我才发现，我操！啊？对啊，对啊。它另外一边的话是镜子。原来是毛玻璃。是，也是毛玻璃。对，都是毛玻璃。外面的话，外面也是。不是，这船怎么不对劲啊？驾驶舱在哪里啊？哦，这儿瞎了。360小时，不好看是吧？怎么就300？第五，我是我好友里所有人里最长。你也就这周，这人不见了，这人不见了，他不在船上啊！我操！嗯？他不在船上。我操的，他人。幽灵船，对，他不在船。那个套还没套，在烘干机里，这个缝隙，对。撞到了！哎呦我天！
每次你用成起飞，我就有点崩溃。哪怕是再小的船，那个剃刀号它也会撞。哦，他们在往这边走哎，我可以伏击他们。血，他们隐身了，不好伏击了这些。去月球。精准。终于不马。这下猎杀了。我在800米开外。从他的残骸那个滑过去，和烟雾漂移过去，帅风。这你的残骸漂移，要是在 expand， 他就直接被打，被穿成马窝了。咱们有能护盾啊，这游戏里不一样。对对对，这也有护盾。有吗？不纯结构船吗 ？Rosie 之类的船。就是那种大船，它是不是有护盾？不知道，反正 Rosie 那船就一打就穿了，它也没有。纯结构。Rosie 是真厉害。我印象中好像，我忘了是哪艘船。阿尔法星，感觉也是那种阿尔法一 A， 特征不明，贫瘠。我的那首歌呢？我应该保存链接了，都应该有了。Apple Music 有 Web Player 啊，这么好呀？我怎么早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是从开头？Preview， 干嘛要 preview 啊？什么意思？我是……啊，吓我一跳，没事儿，不知道刚才怎么。All playlists. 歌呢？可是网页版是个废物，是吧？它网页版只能 preview， 神经病啊！也受不了，这也太神经了，苹果又犯什么病？
some days when I'm dreaming, I think of how far I have come. All my lives led to this, and now I see what I've become. I always had doubted that I could ever be someone that mattered, that shattered all these glass ceilings up above. All that I want is to see all the things that I could be. Destiny's calling me. We're children of the sky, flying up so high. Let me be that one to find the brightest sun. We're children of the sky, guided by the light. Let me reach new heights, stars amongst the night. Children of the sky. Give up hope, though there are storms within my seas. Won't turn back when I lack. Sometimes it's hard just to believe. I've wanted to save us from ourselves. Just wanted to raise up to save us from ourselves. All that I want. 他世界设定你没有，我的意思是，他没有远离那个。但是对随身听可以，应该搞随身听，像星爵那样。但他没有重播。对。有人已经冒着坐进了。这里是受侵蚀，受啊深海矿藏受侵蚀，的礁石路头。早已消逝的海洋，Sky。妈的，592度，这卫星，这首先它就不是水，这是别的液体，然后这他妈的下去没把我脚直接烧成，不是您这宇航服挺狠的，我觉得，脚下去上来就592度，烫的太吓人了。瓦斯哥，你下去，你下去试试。瓦斯哥说你有病，我看他不怕。你要下，别拖我，可不敢下，下去被烫上来了。那要这游戏玩完嘛，所以起码400-500小时以后都不一定觉得够。
太美了，我靠！开始什么？开始那一件。啊？先吃一个爷爷的肉饼，睡啊不，先睡一下。等个打。开始不开出。这是早已消失的生机海洋，这没过多少天，这才戳了可能两三千。星际穿越那个，看看什么？为什么没声音？我只能说，那我先把这个关一下。二已勘察，居然三。怎么沉寂了这么久都没有音乐？可以音乐，享受，哈。我刚享受两个字没说完呢，他妈的！不来人！敢干扰我享受，很狠啊，小子！星图只能这么用。I believe we will find alien life forms in this region. 对。
这是 mod。我这游戏降落是有第一视角的，只是它不是每次都有，这个 mod 让它每次都有。哇、哦！长脚。Did you know that Hans Zimmer made the soundtrack for Interstellar without even knowing what the movie was about? Christopher Nolan. 我现在想，没有音乐。放大环境音看看，听听星空里的环境音到底是什么样。我靠！我操，这声音做！平时有音乐都没注意过啊，朋友们。我给大家放大一点。这种情况下，它不是放没那么音乐。放大系统那边的均衡器。哇！这个音效做这么好啊，原来能听到周围的一切。任何的风吹草动，远处生物的叫声、虫鸣声、风声。因为平时看的是卫星，不是很多这些音效。他们都没有音乐，完全是两个游戏，氛围也不一样。自控不住。
人民币大战军营。前面的立刻投降。里面的人听好了啊，这个他妈的卡死了，脚枪不卡死了。咦没卡死，活了我操，卡在这个地方。里面的人听好了啊，重来啊，重来，这个换衣服，连职新防队，立刻关掉你们的炮台，放下武器，乖乖投降，给你们五秒钟，十五，他们在打别的动物，15 14 13 12 10 9 8 7，不关，当然他们不会关，5 4 3，咋都不会关，2，还不如直接从5开始练呢。定酒不吃吃罚酒，衣服没有，但你有这个技能。四面八方啊，不行，战斗还是要有音乐，没音乐少了点东西。可能平时去星球漫步可以没有音乐，别的时候不能没有。在星球漫步的时候也不会放音乐。会啊，它有背景音的，什么不会放音乐？感觉就很少放音乐。反正我肯定是战斗必须要有，感觉音效可是比音乐少。音乐战斗氛围里，音乐占50%。说真的，一半。战斗激烈的感觉，一半是他妈音乐给，这是很重要。
我操！本以为抓个小贼，他妈的老窝了这，老窝，一上来他妈三个人，我操！他们还有增援，他们增援来了，我靠！我的增援呢 ？UC 干什么吃的？这帮人？他妈没法扣啊！就这帮人也不来，应该给我一支像义勇军小队一天那种，就我能一叫，哎，就等会儿就到了那种。是吧，以前能发信号弹，那现在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呀，起码就近求援一下。哇塞，这地方怎么敌人这么多，真是老窝呀，七十级，我八十级了，好家伙，今天他妈正是八十级，感谢老窝的馈赠。剩下的你们老大已经没有了，立刻投降，饶你一命，听到没有 ？OK， 他投降一个，还有四个敌人，希望你们也能老老实实投降。啊，留得青山在，好吧，及时，这什么回头是岸，太空劫匪。你们已经没有组织了，没有领导了，所以乖乖放下武器是你们唯一的选择。投降。他妈的还在打是吧？你们两个。他拒不投降，我操！哦呦！谢！我操！电磁风暴，我说什么东西打那么猛？丢了一堆东西。你有发现这个电脑的配件吗？这边有一个摇杆。上面有上下左右播放键，这是什么玩游戏用的吗？我操，这电脑还有配件，可以外接的。这摇杆。哈。地形图。Grav anomaly， 这不是地形图，这是引力图，因为它写的 Grav anomaly， 引力异常点，这不是地形图。Grav field 上面写的引力场。
别提抓回去关禁闭了。我星际公民买那100多刀还是200刀那个蓝弯刀，说有说以后要有这功能，再也没动静了呢。我买那船就是为了到时候扮演那个星际刑警，那抓人，结果到现在也不能抓人。投降，还我还勾，还有你没打到我，你要是敢打到我，你就没了。你知道，要不是主角是哑巴，如果不是主角，我记得辐射四你劝降人，老兵棍会说话的。我记得，我不确定啊，我记得好像是会的，但是星空没办法，主角他没有配音，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对配音那么意见那么大。我以前经常在辐射老滚群里就看到批评辐射四有配音，我理解，就有的人可能认为主角，那你给个选项什么，但是现在毕设就直接没有了，又倒退回去了，我操，又没配音。否则你想主角大喊一声是吧，什么那个 stand down， 然后对方也比现在就对方直接唰一下放下武器。如果有配音就好，我还是喜欢有配音，我还是喜欢福乐斯。而且福乐斯有个 mod， 现在按理说有 AI 工具能做得更好，就是你能改声线，你能，因为很多游戏也有你能改那个音一声线，然后改的和自己比较像，福乐斯都有 mod， 这一点很容易的。其实现在很多别的游戏，黑道圣徒什么那些肯定都是 AI 的，它就是两个配音，然后用 AI 或者用那个，对对，那就我意思就是我还是喜欢主角有声音，就相比较之前我不喜欢没声音，有的时候会反过来，反而现在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星空平时对话的时候我没什么意见，因为他第一人称嘛，但劝降就你走过去敌人唰一下就停止战斗，为啥呀，就不，那对话我起码能看到对话选项，那这种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就是主角喊一声。然后包括博德三，为什么我觉得博德三没对话很怪，因为他对话是第三人称，是走路有，然后对话是第三人称，更离谱的时候，如果他对话是第一人称，我对博德三就没，他对话第三人称，你看主角那什么也没说，然后还有运镜，太怪了，就是要么就第一人称，对，第三人称没对陪配音太奇怪。啊，对对对对，哎呀，嘿嘿，比较对话哑巴了。哦，这下真劣势。对呀，那边有路。大兵第九期，我要写一下，这是被遗弃的殖民地大战军营，这里面有大兵09这本杂志。而且星空本来是有要有配音的，那个配音演员都出来说后来取消了，本来就是打算全配，不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辐射四配音被巨多吐槽，但我就是喜欢，我就觉得辐射四有配音好。靠，你有配音以后，你比如说有 mod 可以把它，就你不喜欢配音的人你把它去掉，对吧，然后有 mod 让你改频率，你要是没配音那就没有，没怎么可能有 mod 给你全配，所以还是要官方有，嗯，去掉容易，添加了。对对对，
是，那博德博德三，而且博德三的表情，主角表情特怪，挤几下，然后，主要他还有特别演出，不像那个，比如说塞尔达，他没有，他就是主角站在那里，然后嗯啊啊，博德三是有特别的脸的特写。星空起码就是没有配音，虽然我还更喜欢有配音的，但起码他对话是强制第一人称，所以就没那么，如果他对话还能第三人称还没配音，那就更那个。而且主要就是辐射四，你一切要建立在有，然后 mod 可以给你改成没有，但是如果你没有 mod， 不太不现实给你改成有，没有人会他妈的给你配25万。星空这个文本量25万行，就是当然有一大部分是角色，但是25万行对白。辐射四就有，就是取就把配音搞掉，你不喜欢用配音的人你就打一个，但是人喜欢用配音的人就能用。辐射四最牛逼的 mod 巨落巨攻那个模拟巨落二，他不是他太离谱，他那个他做的首先做了一套工坊模拟，而且他那个里面有一套完整的故事线，故事线有自己的那个动作，就是完全 custom animation 做的特别特别好。比如说那个审讯，他真的有做那种就是别人去拿拳头或者拷问他那些，全是自己做的配音，全配音宣传片剪的跟他妈官方宣传片一样的。Sim Settlement， 嗯，主要是大部分游戏你没有那个他那个 kit， 你做不了那些东西，还是你就只能做一些，就最支持 mod 的就是起源和 creation， 别的就是你能做，起源也很支持，起源也很支持，对，这俩反正就这俩特别那个。别的引擎就能做，但是上限就在那。我还是喜欢 creation， 谁跟我说毕设换引擎我跟谁急。就该毕设就该老老实实做 creation， 做好一点，再下次滚六再进一步什么的，就反正底线就是不能换这引擎。我希望毕设去改，他们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应该改的地方，但是你别扔。突然加赏金了，小跳。毕设自己都改不出，毕设自己估计都改不出。Creation 可能还是他如果底层也彻底开的话，像起源不知道会怎么，因为他现在开的其实还是一个接口一样，他不是，但他引擎底层你也能改，但他就没有起源怎么说那么就直接说他，哎，倒也没有，因为恩达瑞尔之类的东西可能还是就 creation 做 RPG 这种难度要怎么说呢，比起那些就个人开发组要更做，比如说类 FPS， 或者毕竟你想重置黑山起源是不是肯定比重置老滚四要容易一些，所以可能做的人就因为 creation 引擎大部分受众是那个 RPG， 可能其实我觉得这个胶设计人你要玩潜行的话，其实你就潜行偷偷，对，潜行也直接对他一个交涉，对，对他一个交涉，所有人都交涉，你就可以看到大白的。特别是，但加上那个交涉，你可以不潜行。啊，当然潜行也有用。是，但就潜行不潜行的话，所有人都在打你了。但潜行的话，你一个个交涉过去。
你买了那个植入器了？买了。现在成功率就高。有一个技能点，要不点超重？不点。Full speed with your pack that full。这个太空劫匪待会我嚣张，看我直接把他打晕。这么嚣张。吓我一跳，我右上角传出那个钱的声音，然后说五百转给父母，我以为我打个太空劫匪给我上悬赏了，吓得我。打下那个修复模。不是，我不是，我说转给家中父母，然后那个声音我以为给我上悬赏了，他从右上角弹出来了。信用币，吓我一跳，这怎么回事啊？做的一些电梯，我也强烈不怎么说不支持，不认可。CDPR 和343这些工作室换成虚幻的这个做法一样。我希望的是任何一家工作室都能有自己的自研引擎，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特别的东西，而不是通通转到一样的引擎做出差不多的质感了。 Red 引擎不好那改进啊，那个 Sleep Space 不好改进呢，怎么就放弃了？微信引擎都给改，好不容易做出的东西就这么扔了。二代 Red 引擎，对，二代质感 Creation 二，这个没提升幅度比我想的还大。其实，但凡回去看看辐射四和七六，这我天哪！尤其是这个光照动画，整体的质感上升太大了。哎，说实话，这种怎么说？这种 in-house engine， 这种独有引擎，拿去和商业引擎比，本身就已经是难度，就他们能坚持很不容易。因为商业引擎虚幻五有他们的成千上万的开发者给他们报 bug、修东西、做插件，无论是寒霜 creation 还是这些 red in sleep space 都没有的。就是，然后毕设有多少人呢？300多人。300多，韩 EA 有多少人？你看看寒霜引擎有多少支持，毕设有多少引擎支持？他能以这么少的人手把他们 creation 改成这副样子，已经是以奇迹。还要一边做游戏呢，做一个巨型游戏，还要一边自己改引擎，就这么点人，275人开发星空。对。别乱操纵了，那是真是，这地方怎么回事啊？我看大爆炸，我现在做虚幻我自己就知道，就是公司，因为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那些都是用虚幻，就以前学虚幻没法比，这种开商业引擎的维护程度支持力度没法和任何公，就 EA 这种公司也没法比。寒霜引擎你但凡遇到个问题，我的天哪，解决难度比虚幻高多少倍。你在网上首先你别靠互联网你查不到的，因为别的地方没有，它不是商业引擎，你虚幻随手一搜有一堆教程，任何问题。寒霜你就只能靠同事了，问吧。对，他好像是，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
Red 引擎质感其实也不错 ，CDPR 为什么要放弃 Red？ 哎，好不容易弄出来第一代，第一次亮相也是，就是优化不行，后来不也慢慢上来了，又不是引擎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他不好好搞就放弃了就。对，第一个没了，转虚幻了以后就转虚幻，说不继续。就下一部作品没了，这引擎不用，是维护成本高是一方面，就是你用虚幻，那就相当于你公司里面一堆维护人员就可以拜拜了，不用了，你就大部分可以依靠 Epic 和，但是这就是越来越就是是虚幻好用，我自己做开发我也最喜欢虚幻，你问我用哪个引擎我肯定第一个选虚幻，但是垄断永远是坏事，就永远应该是大家一堆引擎，然后说百花齐放才好，现在就全他妈虚幻，以后就以后90%以上游戏全虚幻了，质感就越来越相近，是有个别游戏能做出自己的东西，能做出自己的质感玩法，但是就虚幻的质感就是虚幻的质感，就像你看这些引擎，你很多时候一眼能认出是，或者要么就什么引擎，要么就是哎，这可能是那几个引擎里的一个，就他们总是有一些就是渲染管线上的特质的，你都换成虚幻以后就很可惜的。What the？当然有组能，有的组有能力或者有精力有想法去从头定义自己的渲染管线不是不行，但是说绝大部分的组是没有这样，如果当游戏市场上80%-90%的组全变成虚幻了，那不会有其中不会有10%去做自己的这一套的东西的，都会直接用虚幻给，那到时候质感就是同质化很严重，会什么游戏看起来都是哦那个样子，很可惜，像起源看起来就是起源那样，一个起源引擎的游戏你一看就是起源引擎，再怎么改，对 Alex 你回去玩 CSS 传送门一都能看得，传送门一的 RTX 版，对，包括 Creation 这些引擎都是寒霜引擎，我是不希望见到都换成一样，反正很可惜业界在往这方面发展，因为成本，公司首先要看成本，对，这交错不忘的。 Unity 其实是最多元，因为很多小开发者用 Unity 做风格化的都，对，这个引擎，因为很多开发者，你做写实游戏很多时候会首选虚幻，现在，但 Unity 有很多你做非写实游戏还是很多 Unity， 所以 Unity 其实是质感上最多样化，而虚幻当然你提到如果用虚幻做卡通渲染，那可能也有自己的，但是虚幻由于很多时候会被首选为，因为它保真度高嘛，那些 Lumen 等等东西就是给这套东西做的，主要是，所以会导致。写实像的游戏就看起来都是那样，所以反正就是啊，毕设你不准给我换引擎，你升级你的 Creation 2，你别乱搞，我靠，你别到时候升级成虚幻了，你还玩不明白虚幻，然后完了互动物品也没了，到时候然后优化更差了，换来了什么，这最担心的就是这种，之前不是说过吗，有一期视频我是很认同的，叫问题不出在 creation， 问题出在 PSS 的，他自己技术力这样子，人少对吧，人那么少，然后技术力本来就不行，自己的引擎好不容易弄成了这样，确实提升很大，但是还是很多地方要提升，你让他以这样的情况去做，就换成一个自己完全不懂的引擎，你是真想让他死吗，真想 PSS 他真完了，那就那是真捡了芝麻把西瓜丢了，那是真的。
然后就饿死了，因为只剩那个芝麻了。饿。而且更别提冒的社区呢，我靠，全完了，就换引擎就全完了，所以唯一的路就是好好改，没有别的，没有第二条路，好好改，好好改进 creation 出三之类的，换引擎绝对不是解法，换引擎是毁灭之路，对于毕设来说，我操，这他妈的大师锁我到现在都没打开，你敢知道吗？你敢信吗？你什么？这是离谱！我耗了三个了。哎，对我，我操，太哎这！我的潜行关都快打完了，我才想到那个预见未来可以看到那个路线。哇！阿肯不是换了吗？红霞岛是虚幻吗？红霞岛是虚幻，阿肯也换了，阿肯也不用。不一定，因为那个阿肯里昂用的死亡循环是 void 的，然后上一那个耻辱也是，但是奥斯丁掠食是 cry engine， 然后红霞岛是虚幻。所以你还真不知道阿肯里昂下一座是什么引擎，他不是一个工作室。哇，总算过了。这个军营刚才有个全是血的地方，然后前面放着一个大爆炸，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地上全是血，有三个间被隔开，里面还有床铺，就好像是不是监狱就是什么临时，但是地上全是血，旁边放了一把大爆炸，还有弹药。不会是炸弹的吧？啊？大爆炸炸弹呢？不是，三个人就像宿舍一样排在里面，三个隔间，然后外面放了一把大爆炸，地上只有血。嗯，Return of the Inceptor。微软的技术组也不一定搞得懂 creation，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懂 creation 的都在贝塞斯达，但是感觉人不够多。就以他们这个又要自研引擎又要做星空这种级别的游戏，也275人疯了。我觉得贝塞挺疯的。我们要做一个体量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人 RPG。然后我们要要改自研引擎，要改成第二代。我们275个人，你们头真铁。而且我们这游戏什么都要有。好家伙！这地方真大呀，我靠，我有点迷路了，我迷路了怎么办？迷路了。我指的迷路就是，我不知道我来没来过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的这个角落，我到底来没来过，我不知道。真迷路了。我感觉这我来过。那这里我来没来过？好像来过哎，
shit， 这边没来过，门是关着的，东西也没搜过。药品，玻璃瓶。这全是血，我靠，全都是血，发生了什么呀？四三上面写着，这怎么回事？机甲部件、黑市古董，这不一百箱。我靠，这全是血！殖民地大战军营是不是就是治，应该是治伤者的？看起来全是血，医疗床上是血，到处都是血。我是都重伤的士兵吧？应该是他们对战时期他们军营就放的。潜行路线是真的多，哎，这地方是真的多，我都迷路。我是从这儿出来的吗？完了，我是从这儿出来的，事实证明。来这边做什么？对，这是刚才那个地方。这条路有什么用？喝一杯。玉璧的 X Defiant 跳票，哟、嗯，什么什么不羁什么联盟？哦，那个是那个多人。玉璧现在有三个游戏，就是碧海黑帆、不羁联盟、超越善恶二，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游戏呢？嗯、不是，而且碧海黑帆更怪的是，它不测试了吗？都。他几年前测试了，当时大家不是还就当时他还有热度的时候，就想就写实风的那个盗贼之海了，本来还游戏呢。走私者的 AA99 25,000，这么贵呀、啊、这边怎么会有敌人？之前为什么没有敌人？喂，哪，我操，这货哪来的？还闹事，闹什么事啊？哎，我操，这东西，这人居然，这人怎么回事？哦，那货醒。超越善恶二到底发生了什么？更感兴趣的是，本来这个游戏就是那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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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然后。对吧，有了就公布续作，然后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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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一点消息没有。
真迹。钻机，合成火啊！对，这种这个军事舱我们还真能建，这一下真能建了。这个就是那个军事舱，就是哨站里一毛一样，这真一毛一样。除了开头那个门前那个门廊以外，这舱室本身一模一样，大小一模一样。如果我们能建这种围墙就好，那就真的能基本复刻这个地方了。其实这是被轰飞了，这还有个 chunks。等等，不是一模一样，有一些它有那个长的，我们没有，我们只有小的。这个长的就，炮贝塞斯的，你他妈的，你把长的开放，你能怎么样啊？为什么我没有长的？那这个楼梯，不会到时候要出个什么楼梯套？什么他妈楼梯套？不然你出啊，为什么它外面这层楼肯定是打包和别的东西一块儿，就希望快一点，打包东西多点，一口气给一堆，然后狂建，到时候改建我的哨站。那他会不会要求，比如说就是四，就是研究能再往上提，比如说五级加追加那个技能，会不会？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可以就往上加，不是直接就给你了。最好。Laredo。我他妈现在记忆力这么差，我都忘了一个地方我找没找过，我都忘了一个地方搜没搜过，真是的，可记不起来啊！一直都记，这操纵的。哦，搜过，想起来了。好，这鬼地方真他妈的迷路啊！迷是真迷啊。食堂，这个好像没来过。Back store。
the latest in our magnetic induction line available now. Core Kinetics. 哦，这个是这个核心动能工业出品的这个电磁系列。嗯哼，它叫什么？高核动力吧？高核动力。Bix Filter 就在霓虹城，霓虹城那个贸易大楼那一层，那一层。这个灯照进来的感觉真不错。香炉。啊！全是饱餐五香虫，我操，什么鬼？他妈的！这个杯子和杯盖是两个东西，我还以为是一杯那种茶，结果他把那个空杯子上面扣了个杯盖，你拿走杯子以后杯盖掉下来，哇，因为带杯盖的都是那种能拿走的，要么就是咖啡杯，但这个是茶，茶的话没有空杯的，特意他们摆了一个，靠，过分，这不明摆着。这叫垃圾霸凌，这叫垃圾霸凌，他摆假的骗。对。这些东西拿回去装修厨房啊。哦，有个东西叫餐具架，我第一次见。一个木桶，这是我第一次捡到这个垃圾。餐具架。是不是塞一些什么刀叉筷？对，但是我之前没有在别的地方见过。哎，这个也是第一次见啊，那个研磨的那个。研磨那个我靠，这一套我第一次见 ，fuck， 这他妈怎么这么少啊？这些东西。这地方有这么多好物。都到时候做一些星空装修好物推荐，居家必备，居家必备。垃圾建设，啊，所有有用垃圾。哪些垃圾可以摆在什么地方效果比较好的？配点那种效果实际的样子摆上去的。对。哦。新亚水晶公寓 room tour。来新亚必看的五个景点，来新亚必吃的五道菜。我说这个东西汉开。新亚一日游最佳游玩路线。Your spinal health will be compromised by carrying so many items.我不要这个，我操！我又他们每个人这里都有百宝，就这个全是宝箱午餐虫，我操！宝五香宝餐虫，宝箱午餐，五香宝餐虫，全都是五香宝餐虫，这伙食有点惨。起码以我的标准来看，磁性压力罐。那有性压力 ？Why？ 抽纸拿走。被发现，别玩，这怎么办？走位卡在这里。他们写的什么 ？Danger 配电箱，这是个。那上面还放了路障，我靠！
地方好大呀，这军营好大呀，我靠。这是个罐头吗？不知道摆了什么东西。天堂意识。茶包。你能听到这些东西的运转的声音。嗯，比如说我现在的潜行关卡就没有 BGM， 只是音响，没有一点。厕所可能就战斗的时候穿。厕所。毛巾。哎呀哎呀，出来了。他这些被着箱子挡住的箱子还真开不了，而不是柜门能开穿模，他就是不让你开，他居然还设计了这种。如果是以前的话，就是直接穿模。就，它估计是一套的，就是这个柜子跟这个原来东。妈的，这地方探没探完啊？探了这么半天，这么大呀！还在烤垃圾五香虫，五香饱餐虫，午餐饱香。应该完事了。哇， Office， 这段潜行是真累，还有楼梯下去。这边居然没有纸条，只有一些小场景，那些流血的。Safety protocol。哪？我怎么在这里？惊讶居然还有我没走过的路。结束，应该是探完。应该，应该。对了，八十级该升什么？嗯？哦，再合还有七次，要么我现在直接开始跳七次。
这，那你先留着吧。离下一集还是剩多久？刚生啊，还剩很久。那就先留着吧。看看我要点什么呢？还有哪个是要积累很长时间的那种挑战？那个下面那个电力的那个无中子核聚变，那个要干嘛？那个也比较久，那个要打飞船。我操！那早说，早说。我也才。我操！我早说我就点这个了，我操！他也是跟那个一样，到最后一集是打五。房角甲虫，跑得真快。咋了？叶背。热心市民，朝阳区。热心市民，朝阳区热心市。我在给新闻台爆料，秘密。恶心，恶心，恶心。为什么你天天操纵？飞船不就在旁边吗？现在不在放。你怎么能超200多的？你飞了什么东西？嗯，去报道去。给你看一下这个冲压列车的。也挺清楚，算特别好。给我船长试睡觉。Captain Ford。大睡特不是这个鬼星球睡他妈12小时也相当于世界是5小时，多睡会儿，正好睡到早上。对，那睡多点。当地时间7点、8点、9点、10点、11点。结晶地壳，石土洞。其实飞船，哎，我有种感觉，飞船战最近越来越频繁了。自从星翼那个，首先他就总来打我，然后不知道哦，是不是高级星系更容易遇到？把那东西放，不是，不只是他们，我放了，不只是他们，瓦鲁还有什么太空狂徒出现的越来越频繁。上次我去一个星系，连着三个星直接就开始打我，有人。你跳的比较多吧？跳跃跳多了，来了也。我操！
有一个跑了。你那个船长是哪个环形星？对对对。我那船里都是环形星。因为那个开拓号就是想保持环宇行星风，它不同的星球石柱会变化，就比如说这个石柱头上长了个树，啊对，然后那些贫瘠星球上就不会这样。我有二，这个殖民地大战这个兵营是我第一次去，我去过星系的，我去过自由星的，我去过那个连职的。连职的那个就是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植物越长越大的那个。但是殖民地大战这个第一次的，没想到我玩了这360个小时，还有很多兴趣点其实我没有去过。我之前看别人说野外有个随机事件，是一堆人住在一个集装箱聚落里，然后里面有人快死了，他就最终遗愿是他想吃一顿好饭，然后如果你有那个食物，你就能帮他完成这个遗愿。你遇到过吗？我也没遇到过，但是我看有人发图他遇到过。就我们到底还有多少东西没遇到过？对，然后那个是每次不一样的，所以你就是看运气，你没有那就没办法帮他完成遗愿。迟早都会遇到。那我作为大厨能不能现场给他做露一手？我靠，等你做完饭人家都已经搞了，现场露一手要吃现场。 这不知道，这我看别人发那些我都没遇到过的很多，我说这360小时怎么还有这么多东西我没有遇到过。左一个右一个，这还有这个，当然我也有不少，就说出去他们会啊，还有这个，这都有，互相都有。我昨天遇到那个平民哨站就算比较少人遇到，我看还有人专门发帖说就喜欢这个，才因为他很久才遇到，就是那个两个红房子中间一个采矿传送带的那个，相较于别的平民哨站我感觉出站频率极少，昨天我第一次遇到。飞船模块是能前后旋转。Starfield, and yet, 有些人会说。But there's nothing to explore. 哥，有了。而你，我的朋友，才是真正不想探索的人。我只能这么说。哥，你说他没有探索，只是想掩盖自己不对这些内容没兴趣而已。不是说没兴趣有错，而是说掩盖这件事情没有必要。他有就是有，你可以大可以说自己对这些。不感兴趣，怎样才叫有？光是看生态链就很有意思，我操，蹲在那里看那些生物，怎么这就不是探索了？这就好比就是有，这就好比说只有上学才是学习一样可笑，凭啥呀？不是只有上学做试卷读书才是学习，就像探索一样。这些东西一样是探索，有的是可以探索的东西。什么是孵化氢基呀？这孵化氢基。平和毒素热带雨林，
小甲虫。嘿嘿嘿，它好可爱啊！这个不是那种走路的时候会咔嗒咔嗒。它好可爱，我站它身上。哎，它走了。先转，就像是转了壳的鳄鱼。我不会压死它吧？我不要这么不要这么欺霸凌人家，这不霸凌人家吗？我靠！刚刚还说霸凌了，开始霸凌。霸凌本地野生动物，嘿嘿嘿。击毙击毙，你超过五十级了？怎么哪谁超过五十级了？没超过五十级，没超过五十级，没有啊。击毙，哪里超过五十级了？哼，你不是八十了吗？我只能说没兴趣是没兴趣，这个是没有问题。任何人对任何种类的内容都可能没兴趣，但是没兴趣硬说没有那就是另一回事。就好比说我对魂的战斗没兴趣，那我能说魂没有战斗吗？这不睁眼说瞎话吗？就是说星空没有探索的这帮人。 What the fuck， 瞎了，建议去看眼科。我觉得如果单纯说就是我对这些生态内容、星球风景、星球本身的地貌这些没兴趣，那就说没兴趣，那不是没有。那照他们这么说，那些地球上的探险家们天天去看那些地球景色，看照片不就行了吗？有什么可探索的？不都有照片吗？靠，什么国家公园，什么可看的啊？人家那就是探索世界，好吧。更别提有正儿八经叙事的探索内容也很多，我都没提那些东西，我只是说这些没有所谓的叙事的探索内容，就生态链啊、星球景色特征、植物动物这些，单纯说这个。不过你们怎么为什么？它主要是它生态链做的太好了，没有，目前没有哪个太空探索游戏做到这样子的生态描绘，没有，就没有。我操，这是什么呀？The fuck？ 为什么这是红色的？应该从上面拍一张。这个闪电激发有，这我就不懂了。我靠，这么专业啊！这是真专业。有意识的微生物群，我要记载一下。Catalog。
有意识的微生物群落括号Dense log. You mean you draw the same wine? I just, you will update.我，你猜我现在在看什么电影？在我看完那个2021，对，我突然就看上了诺兰的蝙蝠侠。哦，我正好刷到，我就开始看。当然这个是要买的，因为它都是就没有流媒体有，然后我觉得我就直接在 Apple TV 上买。那肯定，那对你要买。我操！我就发现吧，我才开始看。但是就和最近的这些超英电影啊，就完全不一样，感觉各方面都完全不一样，从质感到叙事节奏什么都大相径庭，我只能说，但我还没，我还要继续看才能知道后面。已经看完一遍，看多了最近几年这种就换换口味看，看看以前那些。他好像是评就是综合口碑最好的超英电影之一，我记得，诺兰蝙蝠侠这作，评分巨高，我看。首席研究员，我现在都不掏粪了，谁掏啊？看完后就觉得好，我再也不碰那个排泄物了。咱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做啊这种事情，好吧，不缺那点东西。这水能进吗？让我试一下。哎呀，有毒金属！试试就试试，这下试试就试试，我操！我喝一口。瓦斯克从这个角度更像那个门型机器人了，就是个门。嗯，那个门，真是个门。漂亮，这日落真好看。
啊，不由自主就开始看起景来了，就已经忘了什么勘不勘探了，就开始看景，不说话，拍照，看景。主要是日落这种东西会让人哑口无言。我当时我第一天去东京的时候，第一天是晚上到的，第二天去东京的时候去天空树去看日落，就在那里待了就40多分钟，我很有幸赶上了日落，就看着它从那个慢慢有晚霞一直到结束，就做这一件事，看日落40分钟。看日落这件事情无需多言，没空剪，我没有空剪视频，问题是现在，哎呀，如果等剪视频，那等星空这些东西全玩完以后啊，我那一堆素材，我有一堆素材，然后再说，但是现在还在玩的时候我是没有空剪，每天就是纯玩，能把录像传了其实就已经不错，因为录像有的时候我还要去，我比如说玩到一点，然后我整理录像，我操，错上了，整理录像导出上传可能要一个小时，剪是更不可能有空。弹药，这边生物群系已经完成了，其实我可以撤。但那边还有个点，说不定去看看。有的时候一般我喜欢跑路第三人称，室内和战斗第一人称。进去跑路，看风景一半一半，有的时候切个第三，有的时候看第一。自由，就他妈突出个自在，我想用什么就用什么。我要训练自己的跳，我操，他直接被我喷气包烧死了啊，没烧死，烧倒了，喷飞喷倒，应该是击倒效果，刚才我想起来，我操，他妈这么小的玩意儿你也来。哦，你知道它指南针会显示环境危害吗？就你路过那些喷口的时候，它那个进去罗盘上会显示的，你那哪一方有那个危害？你怎么？我才发现，我操！居然会显示这个！啊？那你平时不看吗？我不会在，我从来没有在经过有毒气体口的时候看这个东西啊。哎，特地亮了，你没看过？爸不是还没离开那个新手村？这他妈的搞笑！也白玩了。每次出穿的时候，比如说过热或过冷的时候，它也会显示。不是，我不是说显示那个就你有危险，而是它会进去罗盘，是一个它，比如说我在那个有毒喷口的左边。它会显示在右边有一个就像地点图标一样的圆形在那个盘上转，你往前走那个就会往后，就是它会显示在你的哪个方位有那个有毒喷口，我说是这个，你注意到没？确定
确定那个是？对，就刚才出来一个有毒气体，那个蓝色标志，然后那个小圆就像别的地点一样，在那个进度轮盘上，然后我边往前走，路过它，它就往后撤，就和别的地点一样。我第一次注意的，你肯定也是第一次注意的，你也没注意过。这我没。哎，对了，对，我说的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每次都就匆匆忙忙茂密的领地，我第一次发现它居然会显示这个东西，我离谱。这个其实没什么用，但是为什么会显示这个？没什么用。对呀、啊，你这过去了吗？谁会注意这个？嗯。好。茂密的林地，原来有这种事情。就像伤害，其实就像那个伤害标志一样，就告诉你哪边来的嘛。其实，如果你没看到。安德拉斯阿尔法。我靠，这个我这个加载画面那个怪物出来有点吓到我了，突然一个这个脸在屏幕上，自己为什么要截这种图？现在知道那些游客的心情。好，突然一张这个怪物脸。我记得我当时玩劳工屋也是这样，就是经常有朋友催我，我操，这么激烈，一上来就开打，就经常有朋友问我你怎么还没就到那个，我觉得到时候就是你怎么还没打完勇气，你怎么还没去龙神工业。就是这个情况，和当时玩滚舞一毛一样，还没去找那个帕图纳克斯。哦哦，还没见大小姐是吧？不经常。哦，哎呀，主要是我有意，就是可能有的玩家是他想，就是有的玩家他想他愿意这样玩，但是他倾向于先把任务做完，然后再去这样玩。但是我是倾向于我一定要先，就是一定要最后还有，就是我怎么说呢？包括劳滚舞，就是最后我要完成一件事情，然后从这个游戏里暂时结束，从这个世界里暂时走开。就我不能是。就我一定要留一个大的东西到最后，到我觉得这个游戏这个世界这个人生我活的怎么说呢，圆满满足了，基本满足了，然后我把最后一件事情完成，然后我走。我一般是这样，所以我不愿意在我感觉就是哎这个我还有好多事想做的时候把任务做完，我愿意留到最后。我记得当时滚舞我的完结就是除了 DLC 以外、啊、完结就是打那个就是我把那个英灵殿 Southern Guard 留到很最后最后面，基本后来就是整理一下库存准备 DLC 了，然后就之前一直就不做那样。这个星球这星球有点怪，现在 mod 有不少 mod， 有很多，而且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不知道怎么没有 CK 做得出来的 mod， 但是你要真正的剧情内容那些那肯定还是要看 CK， 到时候现在功能也有不少，功能 mod 有巨多，但是我电脑它自己重启，我现在在用手机 TIS 啊啊、哦，我刚刚电脑就突然黑了，你的音质突然变得跟他妈无线电一样。这，等我也切回来。
科学哨站，新的这个科学哨站以前好像没有见过。不是，它到底有多？我要记一下这个科学哨站是啥？括号科学哨、哦，我之前遇到个科学哨站，但我没记是什么，行吗？那那个就算了，我这次要打括号，因为我平民哨站已经遇到三种了，我看科学哨站有几种，我先从这个开始记。英维克特生化公司是什么呀？Hi there, traveler. Could you spare a moment? We have a subterranean scanner that's been gathering data nearby, but all of us here are busy and perhaps scared venturing too far away. Could you get the latest data readings? 这是什么？这是矿洞那个吗？ I was hoping you'd say that. Thank you kindly. 他是说找人啊？我没做过这个重复任务，从地下扫描仪下载数据，你做过吗？没有，哦哦，发现了，我们两个都没见过的，我操啊！我本来也没做过多少个，但是也地下扫描仪，我操，居然这还有没见过的，我有点没想到，说实话，我以为我平民哨站，因为我接了不少，也做过很多重复的，但是怎么还有？我都以为我就都做过了，因为做了不少重复的。这行吗？英维克特 Invict 生化公司，问问他们是干啥。哦，这个人我倒是遇到过，那个研究生的，但是这个哨站不一样。It's a treat to supervise them in the field. Most of them have been my students since they were undergrads.There are a suite of odd jobs available through our mission board. You taking care of them would be a big help. Keep it down on your way over there, will you? The creatures we're studying are. 他还提醒我这个任务要安静，要。不知道。他鼓，当然我觉得无所谓，但是他意思就是，那我们等会就潜行过去看，就听人家说的吧。Mission board. You the new lab rat? 哈哈，神他妈 lab rat. Take it from me, you don't want to ask anyone around here about their research. They'll talk your ear off for hours. I have some unused biological samples for sale, if that's your cup of tea. I'm from New Atlantis, like the rest of the crew. 新全是新药。I'm not cut out. 感觉所有这些野外遇到的人80%都是新药。来，大城市就是不一样。It works a total breeze, but.I wish I had someone to talk to who was more my speed. With this crowd, it's all genetic sequencing this, evolutionary biology that. Makes my head hurt. Let's trade. Let's trade. 我操！我差点又把我撬锁器卖了！我操！妈的！天天这样，天天这样，我靠，没救！大好。这是什么 raid？ 好 ，ready， see you later。他们啊，我可以用他们的床，啊，这还是不错。You won't get anything done if you stay here. 给你。蓝色皮革连身衣。You won't
won't get anything done if you stay here. I'm staying. I appreciate it. I'd stay out here for help. 实地工作，就是我一般会给这些随机地点有同名的随机地点起个名字，什么气。但是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什么？这个叫黄房子吗？难道黄房子研究站叫黄色研究站？我操，这名字有点不对劲。黄色研究站，做研究。黄色研究站，它确实是黄色研究站哈。这颜色不多见，以这个区别是可以的。黄色研究站，我想知道它任务类型和这个是有关系的吗？就是比如说这个黄色研究站，它就只会出这个什么英克威特生化公司的人，还有这个下载数据任务吗？它这个和这个有关系吗？就你每次遇，因为它有好几种科学哨站，好几种工业哨站，好几种平民哨站，是不是我们接到重复任务是因为就是那一种，然后它每一种配套一种，还是就是纯随机的？到底是哪种？我记一下。我记一下，万一以后遇到我看看还一不一样就知道了。英克记了，等我以后路过一样的我就可以看看。有些东西你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它因为它这一代远景做的还不错，你可以在很远很远，比如说这有一公里1429米，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东西是那个独石柱，就是那个天然不是个特征，所以你都没必要去，你就找一座高山环顾一下。如果你有比如说有些哨站甚至你去过你都能认得出来的，直接从远处。但得就比如说它有些那种特别高的建筑，山也行。哦，这个地方有 XE， 这地方有那个我要的那个，我操！但是我到现在没找到，你就知道它有多稀有。我在星球逛了这么久了，我正好需要这个。还是要升级一下那个，增加那个扫描，不是那个扫，是另外一个扫。是哪个？叫什么名字？它就叫扫描，它但是它在那个扫描的上面，就二级。哦，这个。它可以扫那个星球资源。嗯、确实该。比如你想就各个星球，它有没有哪个东西的挑战是要扫描啊？就那如果我所有星球勘探完了以后怎么办？它会让你再扫新的内容。哦，这样，所以可以再扫。那还行，我就怕死了。不会因为你扫完或者没东西扫啊？除了期待星球，但怎么了？它又臭啊！开始，哇，这个牛。你知道我希望梦能把这晚上改成那种，就是就除了，就是暗面啊，当然就没有月亮的情况下，就是，不开手电筒就什么都看不清，就一片黑，纯黑。开手电筒以后，手电筒以及它的周围就能看到东西，就是那种级别的黑。让我 OLED 都能停止工作的黑，我指的是，我想要那种。这样我觉得探索太空，就探索在夜晚探索星球会更加的。就让你想睡到早上，但是如果万一有一天你需要晚上去做任务，那个气氛会特别的未知的那种恐惧就会有，就特别黑，特别黑，太亮了，现在他妈晚上就亮得跟白天一样，
干嘛呀？这是晚上好吗？晚上是有原因的，你晚上搞这么亮，那白天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比如说我不等到白天照样能看得清是吧？这就有点，就应该是那种晚上是看不清，所以你这样鼓励玩家去等到白天，就像现实里一样更好啊。已经有了帽的编号是多少？我要黑，更黑的。不知道是不是那雨睡的，这太亮了。我不开手电都看得一清二楚，大晚上的。这个哪个？没有，我不是说黑的那个，我是说有人做了个脚本，就是相当于控制台就，我说不好。这是啥？说，就是是装修家用的，就是用控制台微调家具的。不太想用，主要是有些家具它没有。控制台调出来，然后再用控制台装。我的速度你们跟不上，这些虫子。那咱们这飞一般的速度。装修哨站可以先不，我主要是装修床上就简单一点。狼烟，发冒名。主要是晚上呢，就等到早上了，就睡觉到早上。我觉得这样白天的意义和睡觉的意义不就更大了？这是实际的地方。就因为晚上实在，我那个老滚就打了，我老滚晚上一片黑，大家可以看我老滚五那个录像，黑的就伸手不见五指，所以我老滚基本都是睡到早上在干事了，晚上干不了事，黑的要命。现在这地面，这为什么在，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光。但我觉得这样就很沉静，就是因为晚上太黑了，我没办法，我等到早上，对吧？多么自然，我靠。我找到 XE 了，藏在洞里开采不了。靠，那这样的不对，它星球显示那是代表星球表面肯定有，有可能少一点。你知道最气人的是什么？在有帽之前，最气人就是它那个采矿点在某个已知地点，就已有地点嘛，就你又没法放那个哨站的，看的。我觉得洞里的漆黑程度就比外面好，起码能看出是黑暗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洞里那个烟雾确实亮。对，它台式，就是你按理说这个洞没有光，就除了入口以外没有光，所以就应该是全黑的。但是我理解，就起码洞这个，我就一看出去，我知道这个地方是黑暗的。但是星球表面真就跟阴天白天一样，没什么区别。我操，那个太酷了。烟雾发光那个好像老滚就有，老滚那个瀑布。洞里这种就明显要黑暗环境，那就可以，其实也。
LOT 那个好像最近也没怎么。长角。哦，这就是地下扫描仪。死了，被咬死了。一个洞里就三个，这也太少了吧！我必须要在这个星球表面找到 XE， 否则我这个资源太稀少了，而且很需要。你建任何灯都要这个，任何的灯。嗯。携带太多东西无法，他妈！行星的转轴倾角越大，一年没看完呢，那你加载这么快干嘛？嗯，这话都没读完呢，那一句。Thank you for agreeing to help. This data is exactly what we were hoping for. Thank you. This is for you. I only wish I had more to give. Safe travels, friend.任务数据收集。某游戏中切到桌面的话，这个显示器一直在就开启，去底下开启。现在又开始黑一下，要看。应该是 Windows 那个自动 HDR， 不知道。就前两天不是更新了吗？什么 ？Windows 更新自动 HDR？ 不是，我说前两天是不是更新了吗？不会把这个自动 HDR 搞？是吗？怀疑，因为前不会这样闪，就是不会这样。To the starfield. 但是没有看这边还有平民哨站，看看这个是不是我遇到那三个里的一个。这次我要记一下这个平民哨站任务是什么，方便以后做一下对比，看看到底是不是一样。
Branch。这个地方完全是红的，和之前和别的地方的这地星球的地貌完全不一样。一个星球能有多个地方？有一堆有的地方。哦，哇，这个漂亮，这个是那种，这还不是那种，这是尖的那种草，但是它是高半腰高的那种红色的草。这个好看，草原。让我看看，哇，这么高的草。我就喜欢这种特别高的草。这下真星际穿越了。什么星际穿越？这下真就星际穿越。What？ 你在说啥？这下真的就是星际穿越。为什么？星际穿越不是最经典，就是在那个草，就这种高草里面跑啊，在玉米田。那他妈，那人家是玉米田，这哪是一回事？那就是感觉嘛，就这感。人家玉米田那是人高，不是半腰高。那你这个再高一点，那你蹲下来不就好了吗？这一样。没味儿，并平面沙发。对吧，不能输数的。树怎么隐藏的效果这么怪？整个杯赛加上手游和七六部门也就400多人啊，哪来的？他是说算外包吧？这核心开发团队不可能啊！难道做手游的也来做星空了？蒙特利尔，不行。外包的话有可能，但一般说开发团队不算外包。磕头虫，磕一个。哼，不然。一般说开发团队都不带外包的，否则那可太多了，有些游戏那外包公司十几家呢。否则整个杯赛也没有500人，而且不可能全杯赛都参与星空了，因为之前不是说过蒙特利尔什么是专门手游吗？哇，他克隆虫这么强，直接把索恶兽给弄死了。这不是那个恶，不要。杯赛本部现在这么多人啦。他辐射四的时候不才100人吗？他招了400多人，这不现实啊！什么情况？那我看看 ，Linking， 我还真没绿色的。这个叶贝在那个地方是绿色的，然后在这个地方是灰色的。这个折刀也是在另一个地方就不是这个颜色的。这个是另一个生物群系的另一种。哦，这个平民哨站，这个就是一开始在那个克里特上遇到的那个第一次遇到那个海边兽的那个地方。
就是这儿。对，就是这个形状。我是说布局，我在这里和他打的，我记得。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确定，百分之百确定。哦，你说那个，对，那个，对，那个。我以为你说连击的那次。但是地方不一样，上次是死人害变兽，这次是有人的，里面内容不一样。那我怀疑去那不应该不是一样，就包括任务，它地点是地点，事情是事情，这个是可以自由组合的，应该就不是一回事。搭配多几个不就没那么有用？就我就是说，如果他上那些野外地点也用这种方式去设计场景本身，那不就解决了，就模块化。I'm glad someone came along. We could really use your help. Low-life spacer attacks are threatening to undo everything we've worked so hard to build. 接一个吧，接一个，顺便做勘探的路上把这个铺了。Help us put a stop to this, please. 身上又有违禁品。Thank you so much. Please be careful. 正好要勘探这个地方，这一举两得，一石两鸟。看了这个任务就气，怎么了？我有个任务卡在这里，我找不到那个原来那个哨站了，因为他没有，因为他没给我留降落点。Making your own way has its perks, but free time isn't one of them. There's always work to be done somewhere. It's a little slow sometimes, but it beats being a traveling merchant. That's how I made my way before I decided to settle here.I'll tell you, going months without doing any substantial business beats the hell out of cruising the space lanes. I don't miss getting shot at by half the ships I tried to hail. Here's what I've got in stock. 纤维。It's a little slow, I'll tell you. I don't miss it. Stay safe out there. 商人。You should check out our store while you're here. Our vendor could use the business.这个我要记一下，这是第四种平民哨站。平民哨站，看你们也是惊讶了 ，Jameson。I'd like to raise my kids in a place like this. I never think that someone like you comes around.突然觉得这个光下的瓦斯克很好看，给他拍一张。对不？人他妈四，你
这也能射？看看你看看。Equipment running is tiring work. Take it.I've been here from the beginning. The outpost's come a long way since then. I came here with my family when I was a kid. I hated it back then. Now it feels like home. 小孩。Lava, ground is lava. 他那个游戏，孩子们之间那个 ground is lava。You don't get views like this in the big city. Any news from the rest of the central systems? Actually, never mind. It's nice not to know.这星球他妈十一种动物，我靠！这个阿德。还没到阿德拉斯塔阿尔法三，安德拉斯塔阿尔法三，靠！那不会剩下的是什么阿尔法二、阿尔法一、三？你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存档看见什么样子的吗？叫自动保存安德拉斯阿尔法三，安德拉斯阿尔法三，不知道。星球？他这个字一大串，那个字都变形。所恶兽们都死了。干嘛干嘛干嘛？磕头虫会飞呀、啊！原来这，啊，这他妈怎么跟那个蟑螂一样？他怎么才知道会飞？我操！这他刚才在那里扑腾。Holy shit！ 大块头布鲁诺。我好像有记忆，但是我又没有记忆。好像没有，好像没什么印象。当时不是还在想什么飞船名字吗？到头来就个短吻噩耗，想了一堆。真可怜。怎么真可怜？到头来只有短吻噩。长吻鳄，再做一个。
我都不知道大块头布鲁诺，我连深井区也没探完，说明我操了，这下真他妈离谱。这很远，我没见过。这里面还有另一颗白矮星，这个就是那个范马南星啊。范马南星就是个白矮星，这个离太阳系第三近的白矮星，也是双鱼座的一颗恒星。什么在科学哨站？平民哨站给我的任务让我去科学哨站，这怎么和他串起来了？不是，他当然是让我去那个区域。科学哨站给你的任务要去。他为什么让这区域居然还正好就到那儿去了？这么正好啊？没完。Landing gear. Check. Thrusters. Check. Insight. Clear.我只有理论，我不太清楚具体。他们当时说设备有问题，然后多次检修也没有人管。我的两个理论就是一上，因为然后上级有什么保密任务，我有两个理论，一是上级特意指使让就不给他们零件，让他们完蛋。第二个理论就是因为上级疏忽导致事故，一个是故意，一个是疏忽，反正有这两种可能，我目前的了解到的都。我应该先睡个觉。睡这么久，那就都睡才六个十四才六个小时，反而在那种低就是24小时制的怎么说长的地方睡没有负担，因为无论你多早睡，就天黑了可以立马睡，都只睡了八九个小时顶多，反而是那种一睡几十个小时都不敢睡，根本。前所未有的放松。我的队友一直在不喜欢你怎么回事？明明我是在干好事，但是队友不喜欢，因为我用的手段，那我能怎么第六友？那是因为没法跳过时间，那你睡觉没有用啊。
我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闪一下？为什么这次会？以前没有吧？就太阳还是？不是，就是这个星翼船进来的时候，整个就闪了一下，嘣一声。那跳跃的那一下，就是跃起。立刻投降，放下武器。立刻投降，放下武器。立刻投降，放下武器。操地雷！他妈谁踩到地雷了？我怀疑是刚才，根本不是那个心意的飞船。我有心意。他们怎么还在打我的机器人？操！别跑啊！废弃矿物精炼厂。喂，我操！吓死我了，这突然又开打了。这个是这个，但是这一次我抓了他们，他们并没有那个像他们说的那样，那个叫什么老老实实，他们去骚扰附近的定居点，所以，但是我还是没有全用致命，反正，给他们长长教训，这样长教训怎么长？就全部打晕，然后把他们东西拿了，让他们体验一下。那他不就更回来？不是，我不拿他们补给，我拿他们弹药，把他们弹药全拿走。看他们怎么办啊！就相当于他们知道你们再找麻烦，到时候还有人来搞你们。他妈的，给我趴下！在修理这个东西，天线。我操！我只拿弹药，让他们得到一次教训。这才是咱们新防队，别忘了换衣服。哎，我又要毒打，真得用。没收。
我甚至连部件都不拿，哎，让他们有，我就拿他们弹药。我把他们武器都收掉。不是武器偷，我没那技能，偷不了武器，只能偷弹药。打完以后。这个地方应该叫什么呀？废弃采啊，废弃哨站，废弃矿物精炼厂，废弃哨站（括号废弃矿物精炼厂）。这个地方有本杂志，这点我是记得的，嗯，记得很清楚。这还能不止，不起作用。大师，我靠。大师，要什么？没有，没有，对话也太搞了。哎呀。好像不太对的呀，跑懵了。bug 了又，光环无限我还是进不去。对了，他更新的第五赛季，想上去看一眼，结果闪退。还闪的，两个月前他就开始闪退，我就没进过游戏，到现在还闪。你说就匹配闪退，一进就闪退，他播完343还没播完就闪退，人家也评测里有别人，有不少别人有一样的问题，到现在还进不去，离谱。看，因为我还没跟。评测里几个月前我就看到一堆人说游戏都进不去，到我自己突然有一天就进不去。Xbox 版 ，Steam 版 ，Xbox 版还是。等会我玩完农村任务，农村集团我游戏的进不去，哎，这个杂志343已经不管了，感觉。